CCTV 空中剧院即将播出豫剧《成英救孤》，救孤之险，育孤之艰，狮子之痛。从肇事孤儿到成英救孤，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民族精神、牺牲精神，彰显正义之气和人格魅力。成英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坚韧顽强的民族气节。河南省豫剧二团创作并演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军有令，差晋国丞相赵盾父子鞠躬自傲，欺君罔上，罪哉不赦。出令满门抄斩，诛灭九族。
为将小子不听话，让你赶走了。赵盾老儿敢听头，让你杀绝了。这一问一无，全让你收拾了。从此在这晋国，恁老可是结格了啊！杀绝，咋没杀绝？三百多口全杀了啊！父王虽死，但宫中身怀有孕，不久就要临盆，尔等要严密监视，一旦分娩，不管是男是女，即可斩草除根。是。
循环作乱不利朝政，赵丞相看透了土汉贼都把朝政的窃国之心，为社稷为黎民谋私之奸，奸贼土汉故残害忠良，将赵家杀不越口，举斩之杀绝。晋国百姓怨声载道，为这是父母不痛心疾首，今日不如为再担心，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此？快起走！臭先生，赵家奸计一脉，你若能救出楚公，三百英灵，陛下有旨，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请公主放心，我程英活伤性命，也要将赵家的骨血救出宫。小人吧，我不求你一见出宫之事，你千万不要啼哭，你要记下了。小为人拔出宫门，严密盘查，出入人等，有盗出宫门者，全家斩首，九族罢了。好，走。韩将军，站住！什么人？是才进宫的曹贼一人程婴。干什么？给公主探病。公主身患何症？惊风之症。楚公可有家带？哦，并无家带。去吧。谢将军。回来。
这乡内装些什么？哦，干草、桔梗、陈皮、薄荷，打开我看。不看也罢，一定要看。来，那将军要看，要看，你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将军，将军，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只因忠良被害，如今只剩下这一条小小根苗，突然贼还不放过，定要斩草除根。是我冒死相救，今被将军识破，还望将军年在死去的冤魂给赵家留根血脉，给孤儿留条性命。这事已至此，要杀要剐。李希听准备，前你如何交代呀？先生是怕我封不住口吗？将军，不如咱们一同逃走了吧。腾云，大丈夫敢做敢当，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身。汗水保护之心，苍天可见，一出宫去吧。哎呀，将军。将军放心，有程英在，就有孤儿在。
人，大人，韩将军他自刎而死了啊！其中定有隐情，速速进宫搜人。晋国伴随以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大人，太皇姑娘跟随公主左右，定知其中隐情，要不叫来问问。当着公主多有不便，带回府中审问。是。俺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要赏，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俺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要赏，如若不献，晋国伴随一下婴儿全部处死。臣的看门来，我是公孙出酒啊。哎呀，公孙兄请稍后，公孙兄请稍后啊。臣的公孙兄啊，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汉舍来了？先帝有所不知，闻听人言，公主生下一子，被人救走。那突然贼子到处张贴告示，言道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若不献，晋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先帝心得贵子，义兄放心不下呀。我有心将他带到山林暂避凶险，不知先帝下日何？这个，哎呀，先帝为何叹气？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
快讲出来，让玉兄替你分担银儿啊！此事我不能牵连于你呀！哎呀，先帝呀！你我交往多年，情同手足，说什么牵连不牵连？你要还认得玉兄，你就快快讲来才是啊！放松兄，好啊！哎，你可知救国之人他是哪个？他是哪个？他就是我呀！他。你要做什么？我要舍子救孤。你要舍子救孤？此事既然你知晓，我祈求老大夫且去出手。就说我曾经隐藏孤而不显，那是突案贼子，必将我父子斩首。这一来保住忠良之后，二来免去晋国上下不满八岁的婴儿之灾，这孤儿母还祈求老大夫将他抚养成人，赵家三伯英灵九泉之下，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哦，贤弟，你能舍命也罢。难道你能舍得失去你那亲生的儿子吗？你能舍去妻子，可你夫人他能舍去你和你那儿子吗？此事你不要问了。我一定要问，事不相瞒，所以我们夫妻抱头痛哭，彻夜难眠。别人打孩子是孩子，可我成营的孩子，他也是孩子啊。话我终年得知，我舍得让他去死吗？我们夫妻恩爱多年，这一下子让他经历父丧子亡的双重打击，他受不了啊。公孙兄啊，贤弟不这样做，咱可是救不了这孤儿了。贤弟之意，你舍命我复孤。是啊，贤弟呀，你想过无忧，把孤儿抚养成人，少说也得十几年呐、啊！你看你兄已是风烛残年，时日无多，那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教他如何是好？站住！贤弟。你能舍去亲子，难道老夫就舍不下这条老命吗？啊！以我之见，将你儿带到我太平庄上，而后你到土安宫那里出手，结果老夫一场孤而不见，那是贼子
住，骨头吃的要差，饿了苦，给你个金子。一同去，死吧！皇上啊，我真忍心让你去死啊！贤弟，死有时比生要容易得多呀。我一死了之，全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背信弃义、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啊。兄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吧。上啊，兄弟呀，从今后你要受万般苦痛，身和心受煎熬，艰难重生。望贤弟咬紧牙，忍辱负重，待孤儿成人后，自会证明。为孤儿，你是你，令人亲近啊啊啊啊，定宁于为敌我长记心中，杀时间年迈人，你就要丧命。都怪我连累你，不能善终。贤弟呀，你不要为此事伤心悲痛，就好孤儿死罪受，承得善终。叫贤弟怎么了，犹豫不定，将女儿教育我一计而行。仁兄，你这黄泉路上耐心等孤儿成人后，我随你而行。贤弟，到那时咱哥俩这泉下相会，咱二人再叙说咱这别后之情啊。
你怎么落泪了？公孙兄，丞相的老哥哥，好兄弟。我的公孙乡小姑儿飞出宫前，那汉奸自问死，定有文章，小裁缝是公主，定知端详，待采访。的婴儿哪里去了？死了，落地就死了。说什么落地二次，分明是勾结外人盗走婴儿，还不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我劝你快快放我回宫，否则任你动心，死而无罪。良言相劝你不听，
不由老夫恼心中，但铁心要一软，小为玉伤丹青。老子一人成英，你
来做事。哦，我来出手不忘了。我骂你这个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的小辈！程英，到阴间我也不放过你。小人，我怕见杀人呐！哎，那常爷，小爷，孤儿现在何处？现在太平庄公孙出九家中啊。你与公孙出九有冤无冤，有仇无仇？既然无冤无仇，因何告发于他？只因图案相爷有令，这三日之内无人献供，就要将晋国不满半岁的婴儿斩尽杀绝。程英似是有无心得一次怕受牵连，我前来弥告啊。孤儿在公孙仇舅家中，你是如何知晓？我与公孙出九常有来往，那日去他家看望于他，见他卧房之内有一婴儿，我想公孙出九年过花甲，这哪来的婴儿呢？况且这婴儿果有无风财婆，这无风财婆乃是宫中之物，才想定是孤儿无疑。哦，果真如此，老夫会大大封赏于你。小人不愿领赏，只有一事相求啊。讲。只因赵家结交多有侠义之事，小人替大人办了这件大事，怕日后被人报复，只求大人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啊。却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让一儿认为命令一子，搬入我府，看谁敢加害于你。如此说来，小人我可是高攀了啊。小文镇兵发太平庄。啊，美酒醉人心，人不醉笑看沧桑兮，落佛小武镇将太平庄团团围住了。哦，图案大人既到门前，何不到寒舍一坐吧？老匹夫，你可知罪？哈，老夫何罪之有？快将孤儿藏在何处？
什么故儿？老夫一概不知啊。常莹，相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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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与他对账。红尘出现，如今相爷什么都知道了，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你常莹，老夫与你有何仇恨？为何陷害老夫？老夫今日我给你拼了！不叫就别怪本相不客气。常爷，相爷，你去吧。相爷，我乃曹贼一人，孽若伤若宛若，我怎敢打人？大人，老匹夫嘴硬，打也无用，不如咱们挖。常言，什么？咱就挖地三尺啊！小文人，挖地三尺。好，这个。贼子啊，在地窖中搜出孤儿啊！我的公孙是贼首，这双双丧命，显然黄土失手不正，哇哇。
于睡觉天，不应两眼去学呀。万家传人间事，咋会？
心一杯爱多君下楼生命林香千里没吃上一口没没听到爹娘唤儿声唤儿声天打雷劈，你不得好。